莉莉再说一次，这里是东石的海边。这边是东石的海边。就是阿宙出生的地方啊。就是阿宙出生的地方啊。也是阿宙的家。也是阿宙的家。就是嘉义县东石乡啦。就是嘉义东石乡啦。也是阿公跟阿嬷出生的地方。也是阿公。的地方，东石乡有好多鹅啊哦。东石乡有好多卡拉龙。啊，弟弟现在在玩的就是鹅啊的壳啊。弟弟，你现在在玩的就是鹅啊的壳。弟弟，你说一次啊，你在玩鹅啊的壳。我在玩荷兰的壳。鹅啊的壳好玩吗？好玩的壳好玩。好玩哦，弟弟喜欢拿东石吗？嗯。弟弟你喜欢拿东石吗？嗯。喜欢吗？嗯。弟弟喜欢海边吗？嗯。那弟弟你要跟爸爸说一下你喜欢海边吗？爸爸我喜欢海边。哦，很棒哦。